以后出去喝酒，我灌醉的汉子，谁敢要微信？我见一次打一次。老曹，我跟欣欣之间的感情简单纯粹，感人至深。大总，你们都经历什么了？你跟我说说。去年冬天，欣欣在北方生活，跟我说冷，二话不说，我就带她飞到了南极。飞到了南极。而且她也跟我保证，绝对不是因为我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，她才同意跟我在一起的。这是多么简单纯粹的一个女孩，这真是一份真挚的爱情。老曹，我只嘱咐你一句话，绝对不能让她知道这个岛也是我。岛也是我。我不想因为物质玷污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爱情的纯粹。放心，我去陪欣欣玩会沙子去。欣欣。哎，李生，听见了吗？病情又严重了，我再观察他两天啊。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赶紧拉进来了。妈，你跟我爸爸这么多年，你就不担心他有什么花花肠子吗？不担心嘞，我对你爸爸充分的信任。Cool。那你们信任的基础是什么嘞？那肯定，别把牙搞坏了喽。那。那肯定是抓住了你爸爸的心不？抓住男人的心，全得靠实力。老师，嗯，我想学画画，想学什么画？要画一个复杂的，唯一的，个性的，流行上档次的。嗯，孩子，这么跟你说吧，你呀，不管青龙是白虎，还是要画米老鼠，只要找到为师我，你就算失散的孩子找到母。母。就是找到妈。你别笑。想画什么呀？我想画二维码。二维码。一个人。妈，你没事吧？妈，你没事吧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这么着急叫我出来干嘛呀？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？我想交男朋友了。那你有喜欢的人了吗？有啊，我在跟他聊天呢。哦，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呀。那你先聊，我吃饭去了。哎呦你喜欢猫咪啊？对呀、啊。那我可不可以做你的猫咪啊？确认过眼神。可以啊，但是做我的猫必须答应我一个要求。别说一个要求，十个要求我都答应你。做我的猫必须要绝育。必须要绝育。分手吧。为什么？我怀孕了。你还能怀孕？连这点信任都没有了，还处个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老婆，别怨我不让你出去跟朋友喝酒，咱家呢非常民主的，对吧？我呢跟你剪刀石头布。不要你赢了。我绝对不反悔啊！不，这样我能赢吗？好了，来吧，一把定输赢啊！剪刀石头布。不是，老婆，这不科学，你怎么出剪刀呢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啊！本来吧是想让你出去放松一下的，可是你呀、啊、你怎么了？心情不好。为什么心情不好？要不跟我说说，我逗你一下可以吗？当然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呢跟我表个白，说你喜欢我，然后我拒绝一下，这样我心情应该会好一点，怎么样？讨厌。讨厌。我知道我一跟你表白你立马同意，对不对？那我就配合你一下，我喜欢你。臭不要脸。哎呦我的妈。谢谢啊，舒服。我先看见你。我先撵着的。你这样啊、哦、你也别说你先看见你，也别说我先看见你，咱俩一人对屁股踢一脚，谁要不说疼，这闲着鬼人行吗？行，我先听你。行，行吗？来来来。啊！啊！啊！到我了。不是，钱给你，我不要。
不要了。你这个糟老头子，话就好。这是我姐非要我帮她拍一个假装小哥哥跟她搭讪的视频。哎，小姐姐，小姐姐，我可以要你微信吗？没有啦，因为我这个人审美比较变态，我就喜欢那种又丑又老又爱装嫩的老女人。老公，我去吃什么？哥，给我2块钱好不好？哪有钱给你啊？天天钱钱钱的。你不给我钱，我就告诉嫂子，今天晚上你跟那女的去约会。约会？那个他。闭嘴！你跟嫂子说，跟谁去约会吧？我给你5块块钱。当然是跟我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又被套路了，没事。妹妹啊，你是不知道你嫂子有多抠，我也是迫不得已才出的。就是，我们一定要坑她一把。男人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只要像我一样努力，就能跟我一样娶到这么漂亮的中俄混血的小媳妇啊！来，跟我粉丝说两句俄语给他们听听。瞅我干啥呀？说话呀！大哥，你不说50块钱一条不用吱声的吗？这50块钱挣的，搂脖包腰半个小时了，整我一身汗，这太难挣了，这钱呢？老妹儿啊，你以为钱那么好挣呢？哦。哎，小姐姐，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我不太好意思说。不用说了，可以。啊，不是，你到这坐了也太长时间了，能给我让个位置吗？能给我让个位置吗 ？Hello, it's me。哎，这让你俩以后结婚谁管钱呢？那谁算数好谁管得了？来来来，我问你。68321乘上7682得多少？也不行，我问你了，2+3得多少？问你呢。6。